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点科考站七长一二二，松霞二十，蝴蝶二十四，飞猎手六，潮汐三十六，明朝一条龙一点零全收集任务，松霞七长香宝箱飞猎手潮汐一字一份系升蝶蝴蝶。好，那我们这一批来到这个叫什么锚点啊？朝生崖下方这一个锚点。好，那到这里之后，我们把石条转到我们的南方向啊，地图下方正这边走，转走过来，然后在前方有一只黑色的狗啊，在这里有三条这个黄色的，然后我们找到这个黑色的这条狗。它的门口有一个挖掘，点击挖掘能挖到一个朴素奇长香来相用，拿到它，拿到之后往东方向地图变，这里直接跳下去，去到对面的平台。好，那到这个平台，然后再低头，前方脚底下这里还有一个平台啊，低头这里是一个朴素奇长香，拿到之后往北方向啊，北方向地图上方这边我们去这个木桥上，去木桥上对面啊。好，对面沿着木桥一直走过来，能发现这里有一只猫叫做梨花，和大家对个话。好，这里点击卫士，给他一坨瘦肉。好，他吃了之后啊，会带我们去找一个宝藏。好，那他在这里停住了，证明这个就是妙宝堂的宝藏。那现在我们再去找位妙宝堂的老板娘，东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啊，他的老板娘啊，给他五块鱼肉啊就可以拿了。好，那交给他五块鱼肉，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梨花带我们来的这里，好，然后追问。好，打开这个的话，我们就拿到奖励了啊！拿到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地图右边，在岸对面啊，河岸对面啊，这边这里这个中枢信标，也就是这边深渊的这里啊，这个中枢信标。那如果你没开的话，你自己从这个这里啊，从大概绕一下，绕到这个地方啊，这边这样游过来去开一下。好，现在我们在。来到这个中枢信标。好，那这里到中枢信标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有一个哨塔，这就是哨塔的上面有一个宝箱。好，这里爬上去。好，爬上来一个朴素奇长香，捡起来来常用场，捡起来之后往西方向地图左边，在海上的这一艘船，这里我们直接飞过去。好，那他在他的船尾这里有一个钩子，勾过来之后啊，在这边这里有一个屏幕叫旋转吊臂啊，旋转一下。好的，这里旋转过来之后，我们爬上他这个吊臂啊。好，然后过去拿这个生匣。拿到生匣之后，我们再看到我们的南方向地图下方，这里我们要从这边上岸。岸上有三只怪，三只怪的左边是细生蝶，我们往细生蝶的方向游过去。好，来摸一下蝴蝶，这里跟着它走。飞，好，一直给大家送到位之后，在我们东方向地图边，这边有一个建筑啊，在建筑的。顶部啊，这个建筑的顶部有一个挑战，我们从旁边爬一下，这就是深渊副本的那个建筑啊，建筑的顶部
从旁边爬一下。好，直接往爬，一直爬到顶。好，这上面有一个打靶的挑战啊，来叠一下。好的，那这里拿到这个朴树齐长巷，然后再往东北方向低出上角这边最高处啊，这个山的最高处有一个深峡。上来拿到这一个深峡啊，拿到深峡之后再往东北方向 D2 右转角这边跳下去，在岸边有一个潮汐之仪。好，我们下来把怪清一下。好，清了怪来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有机会排场用。拿到奖励之后，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 D2 左转角这边走出来。好，那走出来之后再有西方向地图左边这边，这里这个帐篷啊，这里有个帐篷，帐篷里面有一个任务光标。好，进入到帐篷里面和这里面的 NPC 对话。好，那对话完之后我们点击这个追踪目标，这边我们去这个塔上，哨塔上面。好，接着跳下去把这些怪清掉。好，这里清了怪之后会出现一个基准其他像从狼来到大海的收获，拿到了之后你大开地图，我们回到潮生崖下方这一个帽店。好的，回来之后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西方向啊，地图左边，从这边往前走。好，那一直走过来，这边左手边啊，西南方向啊，我们现在站立的这西南方向啊，地图左海角这边这个树旁边，这房子背后这个平台上啊，这里有一个深峡，来拿一下深峡，拿到深峡旁边的这个重物啊，捡起来给它抛出去啊，直接在单击屏幕啊，鼠标躲箭抛出去，我们跳下来再把它捡起来之后，我们再放到这个压力机关啊底座上面。然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上角青虾怪过来拿到这边这个重物，过来压在这个压力机关上啊。然后是我们的西方向啊，地图左边这边第三个重物捡起来压到最后一个压力机关上面。好，然后再过来拿这个基准齐长枪请用，那拿到这个基准齐长枪再往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岸边，岸边这里有一波怪，一个潮汐之仪。好，来清一下。好，清了怪来拿到潮汐之仪奖励，酬劳之外的时候，拿到这个奖励之后再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啊，地图左转角这个桥上这里有一个 NPC， 他在盯着这个河里面看啊，在这个河里面这里有一个背包，我们过来把这个背包啊，这背包暂时捡不了，我们要先上去和他对话。好，那我们就上来和这个叫做龙安这个 NPC 对个话。哦，对话完之后我们再跳下去把他这个背包给他捡起来，捡起来之后我们再回去来和继续和他对话。和他对话完之后他会给我们十个星色。那现在我们再看到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在对面这个高处啊，这边这个高处这里，这上面有一个朴树齐长巷啊，我们从旁边爬上去。好，这里穿过门往左手边，这里楼梯，这地方往爬，然后再往左手边继续往爬，爬上了之后再往右手边啊，这边走过来，从这里爬上去。好，这边是一个朴树齐长巷，捡起来把白枪弄，捡起来之后南方向地图下方，在对面这里直接往前飞，角落里啊，对面这边的角落里直接往前飞，这里有一个朴树齐长巷。
好，那在这个位置拿到它，无尽拿到之后再往西方向抵住左边。好，这边在右是对面啊，对面走过来，这里有一条狗，狗的背后啊，这边是一个朴素想象，捡起来叫万的收获。捡起来之后，如果说你这个叫什么的，叫什么鬼来的，什么时候训练啊，反正这里是个锚点啊，如果没开的话记得开一下啊，一要的训练那么哦，我好清这个好，然后我们现在往我们的东南方向低突一下脚，这里走前方这里有个钩子啊，勾过来再继续往前走，这边我们从南方向低出下方这个楼梯往上走，好的，一直走上来走上来，走完楼梯之后，现在我们要往我们的东南方向低出一下脚，这里爬上去。好，那这里爬上来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这一个这是什么店来的啊，蔬菜店啊，水。好，再插这个 NPC 背后啊，一个朴素形象像捡起来，那捡起来之后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一个 NPC 叫金月，金月的旁边这里又是一个朴素形象像，这一个捡起来，捡起来之后我们再往东方向啊，从马河旁边这里绕过去，东方向地图一遍，这里过去开锚点啊，如果你开了锚点的话你直接传送哦，过去把这边那个锚点开一下啊。好，那这里开了锚点之后，我们再往我们的西方向地图一遍，这边走过来走到这个历史学家和声台的地方，然后抬头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个钩子钩上来，勾上来之后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往上爬，爬上来之后这里能发现一个这个什么挑战啊，这挑战点击启动，好，这个挑战点击开启，然后这前方这个坦荡菇不要站上它，绕开它往左手边拽，这里发现又是一个坦荡菇，跳起来，然后前方这里还有坦荡菇，这个跳起来在我们背后这里啊，背后这里还有一个啊，好，这边跳起来之后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好，那现在我们再往深峡的方向啊直接飞过来，好，这里拿到深峡顺便就完成了这个挑战，那完成挑战之后我们再跳下去，再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一下脚跳起来拿这个基准气象箱五进齐，好，拿到之后我们再把视角转到我们的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这个缝走过来，这里是一个朴素气象箱，好，捡起来这个旗汤箱，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三角这里我们直接跳起来，然后回头这里往慢慢的往下落啊，慢慢的往下落，把石条转到西南方向地图右三角，好，在这边这里有个通风管道，通风管道上面这里有个基准旗汤箱，捡起来有机会派船用场，好，那捡起来这个旗汤箱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这里的话我们就下一批再见啊，好的，拜拜。